你噎死的幽默政治动画，公孙乐制作，纯属虚构，情节与原著若有雷同，欢迎对号入座。刹车，刹车，出了什么大事？这么仓皇！皇上，我噎死了，我噎死了！你的名字本来就叫议事呀，有啥好哭的？不是了，我是说，我向厂商要保护费，要的太多，出事了，我被噎死了啦！你真贪心呀，6300万嫌少，一下子要涨到8300万，涨幅高达3×3，太猛了吧？可是万物都涨了呀，皇上，是你带头涨的呀，我当然也要跟着涨呀，给我闭嘴！你出包了，还敢扯寡人下水呀？现在赶快想办法脱身吧。对了，也学我吃扁维拉，有没有用？扁维拉没用呀，那是你的壮阳药，都被你吃光了。对了，就推给前朝吧。寡人每次被抓包就推给前朝，很好用，这招更不能用啦。我是你的贴身走狗，颜色完全不同，不能乱点鸳鸯谱呀，不然就说那是宋朝公使钱，不是保护费，总可以了吧？那更是行不通呀，我拿的都是美金，每张钞票都有流水号，根本糊弄不过去啊。那么你真的是噎死了，名副其实，我就成全你，马上和你这个垃圾切割干净，我永远是不沾锅的。我就说嘛，世事难料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